小月和老婆洪泽君结婚七年，鲜少公开露面，相当低调。不过近日，凤小月突然晒出与老婆的合照，并写下这次是太太第一次和我一起公开露脸。只见两人为珠宝品牌拍摄画报，照片中两人不时对看，凤小月从后方搂住老婆，散发出满满幸福氛围。而爱妻虽然是圈外人，但亮眼外形完全不输女明星，让许多网友看了大赞，直呼老婆好美，散发满满气质，太美太高贵了，好有魅力。小月心中永远的女神，网友们都被两人给闪瞎了。